诶、欸，我准备 delete game 啦，已经呢只 PS 一，咁所以而家回顾下有啲咩球员啦、啊，我最后纪念留念啊！我哋睇一睇我哋队伍名单，我睇一睇我哋个比赛计划先。咁咧，我最后都系拣咗呢个阵系啊4-2-1-3喎，竟然系。我之後嗰啲陣全部變咗做4-4-1-2-1-2嘅啦，變曬。但最後呢個就係變咗4-1-3。咁啊，初頭係用一個4CB 陣，三個中場塞住曬中路，再加三個中鋒嘅。呢個就係佢哋啲比賽嗰個陣式嚟嘅。咁但後屘因為打電腦又唔同，所以就整整下都改咗啦，變翻就好似4-3-3咁樣。呢位就係我哋嘅足球先生 Mortgage 啦，真係好強。係啊，咁就呢個就係入球如麻嘅那佳啊，跑得非常之快嘅，有一個 stat 係勁過麥巴比，但佢 stat 佢數值唔夠勁，所以佢做緊後備。呢、這個新買嘅 Embolo 啊。轉世球員 Caputo 啊，太屈機啦！啲轉世球員都未夠廿歲已經好勁。呢、這個就係快馬啦 ，Nani、Kendriva、拉傑迪係新嘅一個，費比加斯好年輕嘅都係。呢、這個係攞嚟增強士氣嘅球員啦，轉世金賓嚟。呢、這個。後場好強嘅 Rodrigo Bisao 係嘛？轉世球員兩位，轉世球員，呢、這個都係轉世球員，呢、這個唔識嘅。總之就負責打下防中啊，中場中啊咁樣。新買嘅 Hickey 啊，好年青嘅呢、這個喺 FIFA 都有出現嘅。個釘人接球，誒冇喎，嗰陣時仲未話要全部防守球員都要釘人接球。Mortgage 彭德夫啦，迪維斯非常之勁 ，Chetavisi 啊 ，Chetvatasi 啊 ，Musayev，Leon Musayev，Matong，Tanganga 呢個新買嘅 Kana。佢唔啱，其實佢唔啱打呢啲位置，佢太矮啦。Perry 應該都係轉世嘅，冇記起，唔係嘅點解？就轉世摩亞啦。依隊就係依個西班牙乙組聯賽嘅球隊，最後係最後攞到咩啊？睇先，攞到連續攞兩屆嘅西甲啦，超級杯同埋。西伯杯嘅國王杯係嘛？但係最後係攞唔到歐聯嘅都係。點解攞唔到歐聯嘅？真係冇喎，冇歐聯嘅嚇？冇啦，就咁啦。第二跟住玩到2025年，我又開第二個 save。其實呢個唔係第二個 save， 呢個係第一個 save 嚟。巴塞呢個之前我係教緊一隊俄超球隊嘅，叫 U 花，但後屘轉咗做巴塞。順便睇埋 U 花啦 ，UFA 好似過咗啦，喺呢度。係嗰陣時係一隊好廢嘅球隊嘅 ，UFA， 你即喺呢邊好勁，係同新尼特嗰啲匹敵嘅。依、這個陣式5-2-5-1-2-5-2-1-2嘅陣式，哇！有啲新嘅頭喎、啊，竟然 Tony Lato 好抵買嘅，
呢、這個亞丹幾好用，轉世史基泰爾，沙涅沙尼係我後尾臨去巴塞之前簽嘅球員嚟嘅，呢、這個本土一開始有嘅球員叫塔必士啊，超勁！呢、這個蘇格娃娃真係有呢個人嘅原來。咦？唔係我之前，咦？呢、這個我簽嘅咩？好似唔係我簽嘅喎。之前有個假人噶嘛，Foreman 勁啊！呢個就係一開始有嘅青訓球員 Harrington，影子前鋒嚟，Yusuf Demata 係嗰陣時一開始第一個 patch 好勁嘅 Demata，好屈機嚟噶，我又簽咗彭迪夫啦。轉世 Diego Lupus、奧邦拿，呢、这個 Christoph 我唔識佢。高斯爾尼、Teixeira 咧又係假人，麥都和都係假人嚟，好廢就係呢啲都非常之廢。睇下 Harrington、阿加干沙尼斯，我哋嘅房中。Fernando Gago 華德包斯，呢、這個又改咗名嘅，之前唔係叫 Thiago Neves 嘅，呢、這個就一開始入波好勁嘅 Bisseck，但其實佢係好廢嘅球員嚟嘅。Santini，呢個 Fernando Plaza 好有趣，跑得好快。Aliquin 係。之前喺 U 花嘅球員嚟，佢一轉世，通常都會去翻自己嘅球會，因為跑得好快嘅，純粹其實都唔係好快。阿斯查蘭奴啦，呢、這個係唔知邊個嚟嘅，基迪拉、麥傑連啊、於門諾夫1.9米嘅攻中。就神級嘅 Mortgage 啦，都仲未學到任何技，但係 Milan 哇有樣嘅而家呢啲 João Zinho、Sisuev、Russo，其實呢隊真係唔係好勁嘅啫，啲巴塞就冇乜料嘅啫，巴塞。純粹買人嘅啫，好似換走咗尼馬，又轉翻做呢個4-1-2-1-2，後尾玩翻呢個 safe 咧，就用尼馬換 C 朗咁樣，再簽埋加比爾哲西斯，簽埋 Cooper Minor，好似都簽埋 Ruben Dias，換走咗 Terstegen，換咗個渣少少。就 Amazon Royale 應該係嘛？Amazon Royal 呢啲球員我都唔識嘅，所以呢個穆薩丹貝尼真係都唔使出㗎啦。轉世法比安斯基，轉世艾斯比利古達，迪高拉比比，Kingsley Coman，Charloff。冇啊，冇乜嘢睇嘅啫。跟住個 C 係邊個呢？應該係西布朗啦。玩到差唔多4-5年，其實已經冇動力再玩嘅啦。咁呢隊就好幸運咁樣攞到歐聯冠軍啦，英超 FA 級社區隊，嗰屆2024-2025年係所有杯都攞曬嘅，睇下呢隊波係點啦，係用大量嘅青訓嘅，除咗後衞啊。
我哋換咗司馬坎先，勁嘢嚟噶司馬坎。最強陣就係上屆應該都係阿拉科奇、馬昆奴斯、文素基治、入球如麻嘅 Ryan Brewster、道格拉斯哥斯達新嘅呢個就牙籤幫啊！呢個就 Alejandro Gomez 都係新嘅，呢 Harrington 冇乜進步空間，因為踢得少啊，太多勁嘅攻中啊。那巴奇呢？伊杜華一水晶宮嘅伊杜華啦，呢個希臘嘅 Donis 跑得好快嘅，呢、這個就係下一個 patch 嘅 Demata 廢咗啦，但都好勁嘅。Santi Cazorla、基迪拉啲好少用嘅，Renato Augusto 勁嘢，Schouten 勁嘢嚟嘅，隊長嚟嘅。呢、這個 Mark Rocca 好嘢嚟嘅。加比爾、伊雲奴域啊，41歲都仲踢緊啊，喺我哋西布朗。迪亞高塔德利勁嘢，阿杜里斯勁嘢，艾斯又係水晶宮嘅，好嘢嚟啊！魯力呢個 C Sanchez 好強，馬昆奴斯都簽埋，馬拉沙又簽咗，庫安迪又簽埋，官迪又簽埋，呢、這個唔知乜水。好強嘅西布朗啊！睇下個實力係點先。但係咧，雖然攞到咁多嘅獎項咧，我嘅球會排名都只係排喺18啫。其實前列嘅球隊我都贏過曬㗎啦。睇下先呢度。點解我揀西布朗？因為西布朗係個 C 入邊最廢嘅球隊嚟嘅。啊，升到4.5星啦！我哋已經係好強嘅球隊，係同曼城、利物浦係同星數，雖然總數值未必係最強，總數值唔係最強啦，但係已經超越咗佢哋，已經超越咗阿仙奴嘅，起碼。阿仙奴就嗰陣時係未買嗰啲球員，所以好廢都係。跟住就同期其實我係挑戰緊難度，玩緊石飛聯嘅，就玩高一個難度，但難太難啦，好嬲嘅玩到。咁所以都唔係玩咗好耐，去到22年，即係都見到係呢隊球隊係點呢？因為太廢啦啲防守。我初期都係用緊呢個5212，如果穩陣啲嘅話，就會變翻做5212啦。有信心啲咪4/1/2/2咯，呢個就最強陣啦。個龍門都唔係好勁嘅啫，唔係其實係 Ramsdale 係用緊藍斯道喎，藍斯道啦，就伊根啊、O'Connell 啊。好好用嘅球員嚟嘅，奧斯邦暫時都好好用，所以都佢係我哋嘅後備左閘嚟嘅，但亦都會用 E. Stevens 嘅右閘就用呢個年輕小將 Bogo 啦，我好中意呢個 Bogo。亦都有包喎。都好嘢嚟嘅，呢個 Matthias Ross 好嘢嚟噶，喺丹麥簽翻嚟嘅好嘢，尼杜南啦，呢個房中有 Burger、Cavesi 啊，勁嘢嚟嘅，仲有奧斯卡隊長奧斯卡，因為佢係有。
中場指揮官嘅角色可以提高士氣。中鋒呢都係圍繞呢幾個啫 ，Ryan Brewster、Shea Adam、McPrivier、Burkey、麥搬尼呢個年輕小將就廢嘅，係啦，呢個轉世球員巴森就做後備啦，老咧因為 Luchumi 嘅奧斯邦好嘢嚟嘅，成個 Harrington 咁啊睇落。新簽的 Marcos Rocha 查維加西亞老將，純粹是有釘人接球的 Norwood Mortgage 都還是進步得很少，這個很廢的波波夫 Wurrips 這個球隊有的 Low 列治斯坦納、龍士塔、Sherman 轉世球員，就是這樣，沒什麼特別。這裡為什麼我不停在刷失轉世球員，所以就沒有再繼續了。接著是石洲三，欸，石洲三玩到25年的，原來玩過些什麼，沒什麼印象的，睇下先，欸，原來都是2024-2025年攞過歐聯冠軍，亦都攞過歐霸，跟住再喺贏個歐霸之後再贏超級杯，2024-2025年同年攞埋歐聯冠軍同埋 FA 級嘅，睇下呢隊係咩球員，呢隊好勁嘅。的石洲三，這隊是用一開始用那些什麼 default 球員，你看到有 Hattrick 啊、Castle 大、阿卡斯，還要是後來回購回的，龍門就用上 Schubert 啦，很強的球員來的，很便宜的，那時候就 Rick 啊，隊長應該被誰？隊長應該是被阿卡斯的，或者是卡素大的，沙列巴、庫亞士，年輕小將庫亞士，之前是用 Vessels 的，中場是會用 Marco Guiet 的，Guiet 左閘就是用Ferguson 的，應該用燈，用這個 Ferguson 的，好東西來的，之前會用 Justin， 但因為 Rick 勁一點，所以就用 Rook， 就沒有用 Justin， 或者是 Giosa， 防禦力很好的球員來的， Putsev， Putsev 都挺好用， Hattrick，其實他實力已經不夠了，所以其實是要用第二個的，不過本身防中都 不是很厲害，所以他都可以打到，但這個陣已經夠拿歐聯冠軍，卡素大、阿卡斯很厲害的，還有 Haroi 阿卡斯、迪亞高哥斯，但是非常之犀利嘅球員，免費嘅。詹士米拿、Jack Butland 啦 ，Jack Butland、Russells 轉世卡爾沃加已經咁勁 ，Marco Guiet 勁嘢嚟嘅呢個，釘人接球，跟住 Osic 跑得好快嘅前鋒啦，可以擺佢做 SS。我特登唔買啲好勁嘅球員嘅，所以就係靠呢啲球，呢個 Jarvis finishing 95嘅，費沙霍爾打轉世泰亞高斯華，同埋仲用翻呢啲青訓啦 ，Tessera 都
都可以升到70幾啊。Radu Giosa Justin 同埋 Buff 過嘅胡切迪，身體型球員。仲有一個打後衞勁啲嘅 McCorry，加里夫巴里勁嘢嚟嘅。仲有一個打攻中勁啲嘅拉蘭娜，新簽嘅龍士談摩傑，仲有一個超強嘅安東尼奧。做 Graben 都唔錯嘅，就係咁啦。咁到最後呢，其實係掛機型嘅球，掛機嘅啫，呢個掛機型嘅諾域治，因為我 simulation 反而會贏波，所以我都費事玩啦。佢就會定，因為只機係定期同你 scout 啲人翻嚟，跟住等你簽嘅，好平咁樣簽。咁我又好貴咁買咗啲球員，咁我就買咗黑森奧多啊，又買咗基斯天神啊咁樣，所以好 high 嘅掛機都掛機仲好玩啲嘅，依都係掛機攞翻嚟㗎啦，Campusano 啊，Alex Crow 啊。Pellegrini 啊，基斯癲神啊，呢、這個都係 Raskasov 啊，砌賣咗球隊最強嘅球員，再用佢呢個設定就買平啲咁樣買啲球員翻嚟，然後整隊掛機球隊。嗱，Max Aaron 就好勁嘅本土球員啦、啊、，Hickey 我都簽埋，又同佢又買翻佢。呢、这個 Sam McCollum 好廢嘅，呢、这個就係啦，呢、这個轉世球員嚟嘅，好呢、这個唔知咩料嘅呢、这個 Bustos 又係新又係好平咁買翻嚟嘅，亞當伊打轉世帕拉士奧，Cano 跑得好快可以做前鋒，頂杯嚟純粹係佢比較特別嘅啫。有啲高度，跟住控球好好嘅，盤球好好嘅，首先呢個 Skiri 都幾勁，但我哋已經房中有3個位爆晒。呢、這個好似係咪借翻嚟嘅 Danny Parejo，借埋 Danny Parejo 翻嚟，就呢、這個。冇辦法，冇乜機會嘅 Fabian Delph 啦，仲有原廠嘅 Pacheta，仲有呢個 Javi Ontiveros，仲有呢個馬魯加西亞，呢啲太神，呢啲係轉世球員嚟嘅，但係已經咁勁啦，蘭仙尼，全部係好平咁簽翻嚟嘅啫。花 fan 咗，吼叫都幾勁啊！依、這個應該再勁少少啊嘛，可以將黑森奧多個 rating 升到82，所以我會咁擺。呢、這個就係掛機型諾域治嘅最強陣啊！所以係好交嘅成件事，好交真係。就係咁啦，咁冇任何獎嘅掛機嘅啫，掛機都已經夠贏嘅，所以冇乜意思嘅，所以玩玩下，即係呢隻 game 都有佢嗰個問題。咁就呢個就係我嘅 save 啦。